Hello，大家好。明天早上我就要开始起来跑步了，反正我也睡不着。然后6点半左右我就要起来，在我们公司里跑。开始的时候就跑3圈吧，从明天早上开始。其实我好几年前，也跑步的，早上起来在我们家里那里的公路上，但是后面因为我脚疼嘛，就是摔断了，后面就商量好了，就一直没跑步。因为现在实在是太胖了，所以从明早上开始我要跑步了。因为我看了书上，医生也说，去锻炼身体也可以缓解抑郁症，所以请从明天早上就开始打卡跑步。反正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的。那明天早上见了。